这是干嘛呢？原来是踩气球。这是在缅甸克伦邦啊，靠近泰国边境，这些志愿者过来捐献搞活动。哎呀，我小时候没玩过这个。这个克伦邦也是风景秀美啊，你看外面这个景色还是蛮漂亮。这玩的应该是小学高年级的，五六年级吧。这些小朋友就是一二年级比较小，不让他们玩，提前做个培训，就要从娃娃抓起。到了决战时候，你看这些在山区长大的女孩啊，光着脚的有的都啊，那个女孩很厉害啊，这没光脚，穿着拖鞋。决战克伦邦，到底谁能胜出呢？你们猜猜结果，谁会胜出？结束了。他实际上不是给一个人啊，给最后胜利者一二三四五个人啊，每个人给现金奖励。淘气的小女孩们赢了5000缅币，好像一个人啊。